大家好，养护龟背竹，我们掌握好三点，让你的龟背竹叶片呢一片比一片大。夏季是龟背竹的生长期，我们养护第一点，把龟背竹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，给点散射光。夏季阳光太强，容易灼伤叶片，缺少光照容易倒伏不生长。第二点，要想龟背竹长出新叶片，离不开养分。一直以来我都是用速效的复合肥，每个月一小勺均匀的撒在盆土表面，能满足龟背竹生长所需要的养分，让龟背竹冒出来的新叶片一片比一片大。第三，浇水。龟背竹处于生长阶段，我们一定要给它充足的水分，保持盆土微湿润，不能偏干，这样呢更有利于龟背竹的根系吸收，后期冒出来的叶子呢更加油绿。好了，掌握好三点，你的龟背竹冒出来的叶片更多。好，再见。